中韩三对三组比赛，现在一批韩国教授最后一个币，他只剩最后一个币了。那二批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导师小孩邓祖君。好了，咱们回头看看这场比赛。首发 KDash 教授啊，这里的话这小孩的 King， 然后今天晚上也是啊，铁了心了 King 到底了。两人都是以非法见称的角色，好，乌鸦咬一次，乌鸦再咬过来，小孩旋转机进板边没有压制住，对方 AB 过来抓了一个 T 头，现在我们看小孩这里前冲战中拳，这里再借助援助啊，做一个掩护，我去，看得出来教授也是打得比较敢想敢拼，教授见势不妙，直接把东丈带出，交出掩护，两个人同时交了掩护，还有八秒，小孩的优势不大，而且对方，哎呀，再次众生龙啊，老子不信了，你还敢跳啊？欢迎发 Q 啊，加入咱们的3551名粉丝留言，感谢发 Q 的加团支持，欢迎海爷啊。这里教授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因为眼睁睁被两个轻腿点死。对方又开了一身，东丈叫出来援助，重拳抓一个指针头，怎么办？小孩子里也很被动了，红血了，玛丽已经见红了，怎么办？对手还是近身啊，打不动，打也打不得啊，防也防不住啊。大家继续点赞啊，双击屏幕就是点赞支持主播了，兄弟们，好吧。好，吐口水的小孩儿，下盘三个清脆，确认滑铲，但是没打着，慢了一点。欢迎豆豆猫猫啊，你好。好在对手没有援助啊，对手如果有援助的话，小孩刚才就刀了呀。好、哦。还不开近身，吐口水。小孩这里开始想把自己这个近身贯彻到底吗？哎呀，他！好吧，咱们来看这场比赛，依然是 King 首发。这边是选择玛丽啊，没有选择 K Dash 啊。剑圣的话，这里首发是 K Dash， 中间温蜜莎，手底是淘气啊。好，打空之后直接叫出封印八神，做出了一个掩护。库拉抢面来，库拉他是出招判定比较快啊，然后呢攻击判定距离比较远啊，伤害也比较高、啊、套路比较多。哎呀，这个援助打的啊，还有七秒六秒，小孩又被对方升龙磨死。好了，玛丽中间出手了，大家观察一下双方对于援助的一个利用啊。又来了，一个援助出来就没有空手的时候啊，总是要带回点什么。现在小孩总是想前冲下去偷下盘，对手只靠一个发波就把小孩的血量干到了残血，一丝血。下面偷偷扫了一个下中脚，好，过来准备再锤口水，确认升龙。那现在对手还不出升龙，剑圣感谢梁朝伟的 IP 啊。小孩他也不想输啊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要，小孩赢了你们就是鲜花掌声啊，输了就开始喷啊，这样不好啊，不厚道，不讲究啊。
捧高踩低可真的不好。欢迎橘子归长安啊。